你有没有？啊？我跟你说过别动我东西，哥。这个是我的，不是你那个。你如果想要东西跟我说，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别把这个还给我。你讲点道理行不行？这个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这是我的。我说了不是。我让你还了，还给我。你为什么拿？呀，你神经病啊！